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，我自练了步兵技术，还有体能，自学了军事历史、战术知识，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。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？你们凭什么要退我的兵？我要是爬不到一连的头上，你也就是孙子。 抖音。